大家好，我是冯光远。好，那个今天我带来一位年轻的朋友，是我们剧团里面的演员啊，编剧啊，乔巴，乔巴啊，大家好啊。乔巴最近还出了一本书啊，《台北捷运女孩观察日志》。对，就这本书啊，赶快买。对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卖的真的很好。那个，我要不要在这边再帮你打打书？求之不得，今天好多观众冲着老师来，赶快帮我打书一下。真的打、啊？打书，你不会后悔？不会。不是这个打书啦，宣传，宣传，帮我讲好话的打书。不，打书就是这样子打嘛。如果你不喜欢这样打，我是不会用其他的方式打的。好，那就不要打，那就不要打，好，那就不要打啊。好，这个。你除了会写书，你还会干嘛？是不敢造次啊，但是我最近学了一点点的算命。哎呦，算命，算命哦，算命，你帮我算一下。OK， 只要一个问题就可以批你说的流年跟你未来会发生的所有事情，非常的神准。厉害。对，真的、啊。我只要问老师你属什么？我属蛇。属蛇啊，属蛇，我掐指一算，属蛇，49岁。老师你是不是49岁属蛇？49岁属蛇，今年走大运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。49岁属蛇，走啊，多讲一点，多讲一点，好险，多讲一点。老师，如果你是61岁属蛇，我就担心了。但好险是49岁属蛇 ，OK 了。不，61岁属蛇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没关系，老师你49岁属蛇的，不用担心嘛。不，我帮一个61岁的朋友问一下，我帮一个61岁的朋友问一下啊，他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，61岁属蛇，对，他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61岁属蛇，根据我的这个掐指一算，今年会有牢狱之灾。哇，有灾啊！准保，准牢狱之灾。有没有什么方式去解决它？很简单啊，交20000块罚款。哇，这我知道 ，OK。交20000块啊！我在，可是他就是不要缴，怎么办？啊，这个61岁属蛇，他就是不想要缴罚款，他就是做人太正直，所以才要去坐牢，牢狱之灾，解不掉，解不掉，就是说还是要去做喽，是吧？你这些你很会算的、啊，你哪里学的？啊，正好我最近在啊，我每天都有看脸书。脸书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、啊，难怪难怪啊！问你这个东西，好，这个既然要进去啊，你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如果要进去的话，要特别小心的。哦，刚好我今天带了一些资料来，我最近在准备我个人的第二本书，是叫做《书名叫什么？第一次坐牢就上手》。好好啊，真巧，是不是？真巧啊！第一次坐牢，相信对你很大的帮助。好，那你不我的朋友，我有个朋友61岁，我49岁啊。那个第一次坐牢就上手，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？哦，就是这个老师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我要写一本怎么去坐牢的书？对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这个时候你知道太平盛世，你在干嘛？你知道有那么多人坐牢吗？没有，其实你要知道，因为现在的马金体制毁宪乱政。所以很多人像老师这样正直的人就会去坐牢，比方说像刚刚像国昌老师那样子激动，我觉得都很危险。他迟早要进去，可能会被诬赖什么？他迟早进去了，可能会被会被诬赖妨害风化之类的。啊，对对对，第二个扣子，对对对，或者是什么68，我说886，86啦，68是差18公，86减68，差十公分。我们跳，我的算数不好，我吃螺丝哈，没有就是只豪啊这批人都是迟早要进去的吧。是吧？而且不止哦，你不要以为只有跟马金站在对立面的才会进去。你看张显耀、特任副主委一样进去，随时进去啊！我前面讲过了，我知道，看你不爽就进去。好，那如果要进去，那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的？有四大类，哪四大类？四大类的议题要注意：食衣住行，还有娱乐两篇补述。食衣住行。篇补述，你念过三民主义哦？没有错，76年制还学过一点点三民主义。哦、如果没有学过，你会说食衣住行娱乐，但是我知道是食衣住行娱乐两篇补述。OK， 不错啊。那我们从食开始讲，好不好？从食开始讲啊。好，这个在监狱里面吃饭，老师啊，规矩非常多。你讲，首先就是不可以拍照打卡。哎、欸，
我们现在吃饭都是先拍照，然后打卡才懂得吃饭啊。你现在叫我进去吃饭，说哎不能拍照啊，不能打卡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吃饭的。这个部分我觉得要分两个部分来做说明。首先是不能拍照啊，首先是你拍了也没有人会羡慕你在吃牢饭。哦，而且你拍了之后，那个预防也会说啊，你打卡，所以多送你一颗水煮蛋，不会。哦。OK， 而且也不用打卡，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啊，也不会变嘛，都同一间餐厅嘛。说的也是啊。OK，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？还有就是那个在监狱里面啊，很多事情都要随遇而安啊，所以不比平常。比方说呢，你在饭菜里面吃到小强的时候，收拾一下，你就不可以像平常一样态度那么差。你不可以客诉，不可以客诉。你在牢里面，如果吃那个饭里面有小强，没有服务你。你不能客诉，你不能说典狱长过来，叫你们典狱长出来。叫你们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我的菜里面怎么会有小强啊？典狱长叫过来，收我们付的税金哎。对呀、怎么可以里面有小强呢？是吧？对，不可以客诉，是吧？因为他们好像不吃这一套，是吧 ？OK， 那还有什么事？没有，所以老师，那你觉得如果是你在饭菜里面遇到小强，你已经知道不可以客诉了，那你会怎么处理？就把它挑出来啊，丢到地上，一脚踩个稀巴烂。老师，你这样子不聪明。为什么？你要先确定一下那只小强是不是旁边哪一位大哥养的宠物，心灵的寄托。你万一把人家的宠物一脚都踩死，你日子都难过。哦，让我知道，那个电影有没有那个什么绿色奇迹？对。有没有？他不是养了一只老鼠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大的黑人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就是说，如果这只小强刚好是哪位大哥养的宠物啊，这小强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是吧？因为养了好不容易养了两年了，可能不是，可能已经是人生的了。OK， 好，我只是形容词啊，就是好不容易人家人生父母养了两年了，你今天第一天去就把它挑出来，一脚踩个稀巴烂，那人家大哥。情何以堪啊！情何以堪，对不对？兔养两年了，你今天第一天来就把它踩个稀巴烂，什么东西？所以我知道，所以你要先搞清楚这只小强有没有主人。没有主人了再处理，有主人了就打个您的这个宠物啊，奉还给您，是吧？好了，这是十的部分。十，好，十一住行啊，一呢？一就是老师，你要注意你的球衣号码，不要穿错。我都是23号 Michael Jordan 我的球衣我是喜欢23号 Michael Jordan。老师那个球衣没有23号，球衣都是4个号码比较多。4个号码？4个号码。我很少在球场上面看到一个球队会养个上千个人，不会吧？怎么会有4个号码？我说的那个球衣是球犯的球。你说那个协调纹的，你说像这一件，对不对？协调纹的，我知道那个上面的号码都是4个号码啊，我知道，那进去就选一个自己的号码就是了，对，是吧？所以老师，如果你可以自己选号码的话，你想要选几号？我选几号？我想我应该是选1010。1010。对。为什么呢？民国100年10月10号晚上。有一出戏剧叫做《梦想家》，后来就是因为《梦想家》搞到今天这个局面，就1010，你知道，对我来讲，这个印象好深刻，所以我应该选1010，光辉的10月10号。是，我真的觉得很委屈，是他们在恶搞，就是老师你去坐牢。对呀、对不对？还要这边讲相声，好累了，还写本子啊。好，老师你要注意，是因为呢，很多人都喜欢选自己专属的号码，所以你有可能跟别人撞号，那也许1010选不到，但是有几个号码，我提醒老师千万不能选，绝对不能选，拜托你不要选。有这样子的号码吗？比方说1314。你穿一件衣服，穿一件这个球衣，1314都在里面，不行，对，不能选1314。OK， 好，这个有道理。还有什么号码？还有4444。就是那天可能要执行了，那穿个4444的，好，这我知道，这也不吉利，这个也不要选。还有另外一个在监牢外面看起来比较吉祥，但是在里面呢是很不吉祥的号码，叫做9999。不能够在里面9999啊，那个通常就是已经犯了那个罪，绝对不是骂人家人渣而已啊，应该是更严重的罪啊，我也不会选9999。好。
十一住呢？啊，这个住呢，就是坐牢整个环节里面最不用担心的，因为你不用担心高房价啊，没有车位啊，保证有得住，保证有得住，保证有得住。你甚至不必上催妈妈网站去，还是五九一什么的啊？对对对，都不必，都不必，反正一定有得住。对啊，那住的话，一个房间通常住几个人？我是不太清楚啊，但是因为老师您犯的罪没有很重，所以应该杂居房，也许六个、八个，甚至更多人。哦，有这么多人住在一起。对，所以老师，我知道你对生活很有品味，很有坚持，但是你可能就不能够，比方说进去里面显壁纸不好看啊，或者是财位要摆小鱼缸啊之类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说要这个，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品味，就是说不要太把自己的品味一定要强加上去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必把什么 IKEA 的行路带进去了，但我要换成这个壁纸，这样不能够这样子。那个 IKEA 的家具再来，你可能也差不多要出去了。哦 ，OK OK， 哦，可是他们服务很快耶，倒不是在那边替他们打工，他们服务倒是挺快的，好，那就是说还有什么东西在住的上面要注意的？就是这个比较基础的，比方说你在选床位的时候啊，你那个起床面对不要镜子，还要避开两柱，避开两柱容易生病。OK OK， 然后。但是老师，我讲那么多，其实哦，坐牢不比坐飞机。Okay. 你不能说啊，我要坐靠窗，我要住靠走道，不行。哦，你不能够选。对，你要问其里面其他先来后到的大哥们同不同意。所以其实这部分真的就是随遇而安。哦，随遇而安，不像我们这个坐飞机，你知道我要选坐靠走道啊，或者是靠窗的啊。你进去你不能说，哎，我要靠门啊，或者我要靠窗。我知道啊，那我要随遇而安，这我知道啊。食衣住行。行吗？行的部分呢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很肯定跟老师讲，用不到悠游卡。哦，用不到悠游卡，这个好。可是这也不好，为什么？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吃110块钱的早餐喽，是吧？没有没有，老师我告诉你，通常在牢里面呢。除非你是那天要进行很特别的仪式，你才有一些鸡腿啊、高粱啊，吃的特别好。我那天吃特别好，110块钱。除非那种举行特别的仪式之外，你其实很难吃到110块早餐，一般人也都吃不起。哦，好，就是说，也就是在牢里面，尽量要避免吃到那种110块钱的很好的早餐，对，因为那个可能就是最后一餐了，是吧？要好好吃。啊，那我知道。食衣住行啊、，OK， 还有什么事情这没有谈到？食衣住行，再来就是娱乐嘛。娱乐。那我在这边当老师的一个小小的学生，我有个很卑微的请求，就是我们先跳过娱，我们来讲乐好不好？娱很重要啦，娱养育教育都是娱，是吧？食衣住行娱乐不能够跳过娱。没有老师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担心你会承受不了，就是因为你这是进去服刑。20天啊，对啊，我很怕你错过女儿的成长，那你想到这件事情，你就会老泪纵横什么的，我怕你承受不住，你要坚强。你是说怕我错过女儿的成长？对。20天，有的时候20天都见不到她，我在狱外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20天见不到她。这不会了，不知道啊，不会啊，错过女儿的成长应该不会，而且你知道。没有没有，老师，我告诉你，20天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中华民国在20天里面可以换几个部长？哦，可以换几个部长。对，20天，其实在台湾这个意义不一样哦。20天可能就是3个部长下去喽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然后一大堆这个丑事就出来了。哎，可是我女儿不是政客啊，没关系。不是，老师，你听我说，你女儿万一这20天跟朋友约了去北京的夜店玩，哎，遇到那个富二代，哦，长得好帅，跟他回去，哎。豪宅，国际巨星的豪宅，结果没想到警察破门而入 room service 怎么办？警察会 room service 啊？台湾的警察特别的殷勤。哦 ，OK， 那你说中国的警察啊，也会 room service？ 也会，最近跟我们学习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认识了富二代啊，因为去他们家啊，就是玩一下，然后呢，就进牢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你的台词要我帮你讲？好，没事没事。老师，你自己太忙，在后台一直在跟大家、跟柯P怎么打招呼，没有时间跟我排戏哦。哎，你说柯一正吗？柯一正，那没有没有。好 ，OK， 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女儿因为啊，在这20天之内啊，莫名其妙的被人家诓到
他们家里面去，然后警察进来，然后发现有大麻，知道？那我女儿也因此锒铛入狱，那妇女同时入狱，我觉得这个大概也很少见吧。就是你出来，他进去，接棒。哦、对。OK， 那我就开始变得跟成龙一样了，每天要为了这个子女的这个事情在那边担心，这也不好。好，啊、所以好，那我知道，好，不要谈欲，不要谈欲，不要谈欲，那直接谈乐了。啊，乐我乐我最我最在行啊，我以前是中国时报娱乐周报主编啊，啊，乐我最在行。我知道老师你的个性一定觉得食衣住行娱乐乐最轻松，对，最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是是，的确是这样。其实就我个人的浅见，我反而觉得热这部分呢，可能是对老师造成最大的心理创伤，可能比女儿都还要大的心理创伤。是吗？我娱乐的事情我很了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老师你知不知道，常常会有些艺文团体啊，或者是偶像歌手啊，会义务的到这个牢里面去帮受刑人做一些这个娱乐活动。哦，我知道他们很有爱心啊。对啊，他们其实把他们的专长到监狱里面，然后等于传播给这些同学啊，我觉得他们很好啊。对，那如果今天典狱长宣布说啊，那各位狱友啊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就是下礼拜呢，这个我们的表演工作坊赖声川导演会带着他的团队呢，来到这个狱中呢，来跟我们做一个义务交流。你刚刚叫什么名字？那个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导演会来到狱中做一个义务。不不不，这个不能讲，不能讲。你知道，万一他们来，他们表演梦想家，还要写心得，还要写心得，多好看！走人呐、啊，走人呐、啊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好，老师你好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，冷静。好，十一住行娱乐，娱乐啊，大概讲完了。好，但是我个人在最后一个小小小小的礼物要送给老师。好，什么礼物？这个肥皂，肥皂。没有错，老师，你回去，我告诉你，啊、这是坐牢最担心的，我最担心也是最重要的一环，比刚刚的食衣住行娱乐都还要来的严重。是是是，肥皂啊，对，老师，你回去一定要练习用肥皂洗澡。现在都是用泡，就是沐浴乳嘛，谁在用肥皂洗？在牢里面可能都是用肥皂洗澡，所以老师你要练，不管怎么样，肥皂绝对不可以掉下去。是吗？对，掉下去怎么样呢？也不就捡起来掉下去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。没关系，老师，我教你来，跟我来。啊、哦，怎么样？跟我来。好、啊，万一今天你这样子洗一洗、洗洗，不小心真的肥皂不幸的掉下去了，是，怎么办？老师来，我教你。好，处理来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。好，好，深呼吸哦，然后吸，吸，然后呢？吐，吸，吐。好，然后一个口诀，跟着我慢慢做来。深蹲下去捡肥皂，这好像是一条歌的名字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来老师，深蹲下去捡肥皂，换你做一次。没有没有，屁股不可以翘起来哦，很危险哦。对，千万。对。啊，不小心掉下来了。啊哦，好，掉下去了。啊，好。我要去捡肥皂。捡肥皂。然后呢？深呼吸下去捡肥皂，简单呐、啊，简单。对对，这个好像是一条新的歌。OK， 是那个谁，什么法拉利？法拉利姐，没关系。好、OK， 我们继续它。对，就是今天也跟大家分享，万一你不幸进去了，记得深蹲下去捡肥皂。这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笑话啊，直接作为今天的结束。我们就是因为政治不正确，才会落到这种入牢的下场。就这样子啦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